下午好，欢迎各位莅临由马来西亚敦普森邦大学中华文化学会与华语辩论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敦普森邦大学国际大专华语辩论赛的半决赛。我是今天的大会主席洪碧贤。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交战双方。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马来西亚国能大学一辩姚嘉敏，电子电讯工程系基础班；二辩彭小桃，电子电讯工程系二年级；三辩叶嘉莹，电子电讯工程系一年级；及四辩甄宁一，土木工程系二年级。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辩程小智，电气工程系二年级。欢迎北师大学电气工程系二年级程小智问候在场各位。二辩郑新元，金融系二年级。反方二辩悉尼大学金融系二年级郑清源问候在场各位。化学工程系二年级，悉尼大学工程院二年级王希楚问候在场各位。及四辩张瑞智，金融系二年级。反方四辩悉尼大学金融系二年级张瑞智，仅代表反方悉尼大学中文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组关键人物，就是坐在我正前方的评审团。首先，梁泽宗评审，他是一名资深大专华语辩论赛评审，同时也是历届大专华语辩论赛顾问。第二位，张念群女士，她是我们国会议员，前马大辩手，前大专与中学辩论队教练。第三位，蓝中华先生，力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火箭报主编，理科大学宇航工程系荣誉学位，与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防研究系硕士，对不起。第四位，黄传龙先生，他是一名辩论爱好者，曾担任多场大专辩论赛评审，也是本届审题顾问之一。最后，郑明业评审，他是一名会计师，荣获 CIMA 英国皇家管理会计专业文凭，历届中学华语辩论赛评审。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短片。全称伊拉克和利凡特伊斯兰国，部分中文媒体有时直接称其为极端组织。ISIL 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圣战组织与未被广泛认可的政治体系，负
奉行极端恐怖主义。究竟世界各国应不应该支持军事剿灭 ISIL 呢？让我们来看看双方对今天的课题有什么看法。正方的立场是，世界各国应支持军事剿灭 ISIL， 而反方的立场是，世界各国不应支持军事剿灭 ISIL。 在此做个有关铃声的提示，每位辩手在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大会将以一声铃响作为提示，发言时间完毕则以两声铃响为提示，辩手则需立即停止发言。在比赛开始之前，容许我做出几个请求，请大家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以便比赛能够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再来，辩手在赛会时不得展示预先拟好的图表、大字报、书籍等，在发言时不得做出人身攻击。现在我宣布此次比赛正式开始，有请正方一辩为我们开篇立论，时间为4分钟，有请。谢主席，大家好。军事剿灭是指的是以瓦解敌方为目的，综合收集情报、切断对方资源、海陆空军打击等策略的军事手段。我方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支持军事剿灭 ISIL， 原因有二。第一，对于反文明激进武装手段，各国应该支持军事剿灭。ISIL 是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置于个人至上，主张中央集权政府，主张暴力、歼灭人性、无视法律等极端激进手法，进行内部清洗以及外部扩张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通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恢复阿拉伯时期的黑暗时期。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一个极端手法将反文明具体化、军事扩张化的恐怖组织。最新一期的德国《民进周刊》就揭露出 ISIL 的发展蓝图及行政框架，从情报机关、监狱及审讯部门、武器科技专家，甚至伊斯兰教法判官，每个部门都设有严明的框架、严谨的行动准则。这些都显示出 ISIL 的文明心态具体化落实的政策。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绑架、勒索、占领银行、炼油厂，获得庞大资金，并获取优厚的薪水作为招号，暗地里招兵买马，是一个最有系统化的反文明力量。在伊拉克，他们进行斩首、集体远程扫射、人肉炸弹等大规模杀灭行动。如果 ISIL 只是意识形态的传播，我方当然认同杀鸡焉用牛刀。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化、武力扩张化，应该军事剿灭、对症下药、遏止伤害。第二，军事剿灭 ISIL 更有助于遏止其扩散率，协助国内重建工作，各国理应支持。ISIL 以极速、极快、极强的方式进行扩张，不止对国际社会带来安全忧患，更为当地重建的工作增添阻碍。军事扩张方面 ，ISIL 一边用暴力手段威胁他人入教，一边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各国的激进青年加入组织。法国《费加罗报道就指出，全球有15000人来自80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加入这个极端组织。这些青年被洗脑后再送回国，就有如为各国埋下了隐形炸弹。ISIL 的威胁从中东已经扩散至全球。至于边疆扩张的方面 ，ISIL 更是占领了伊拉克境内的1/3地区。面对扩张性极快极强的 ISIL， 也导致重建工作雪上加霜。2014年9月15日，美国通过伊拉克地区空投人道援助物品被 ISIL 一扫而空。2014年10月，
伊拉克政府重建的摩苏尔城，短短在一星期又被 ISIL 给攻陷了，导致重建工作事半功倍。由此可见，若不对 ISIL 军事剿灭，根本无法遏制这个势力急速的扩张，人民伤亡，还会导致救援行动只是徒劳无功。因此，剿灭 ISIL 才能舒缓各国的隐忧及战地工作及对峙挫折。对峙措施带来更多的缓冲时间。总结一句 ，ISIL 的具体化、武装化、应用军事剿灭方式。谢谢。谢谢正方一辩。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或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时间为两分钟。有请，一辩你好。你好。今天 ISIL 很可怕，对不对？对。所以说您发全部的大篇幅其实就认证 ISIL 很可怕，对不对？不止，他在思想上灌洗脑， okay, 还有军事扩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 ISIL 今天您发这个论坛的确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双方共同达成一点，不好意思，不要打断我，谢谢小妹妹，不要打断我，谢谢。今天 ISIL， 所以我双方今天共同能确定的是 ISIL 很可怕，我们都要打击它。只不过唯一的分歧就是您方要有军事力量，而我方不支持，对不对？对。OK， 那好，今天确认下来了。请问对方辩友了，今天军事剿灭和经济制裁，以及你刚刚所说的思想制裁有什么区别？一种是用武力、海陆空军，空袭这个它的能源。Okay,基地还有，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用武装力量去消灭那些用武装的方式去消灭那些 ISIL 成员，就是您方所说的军事剿灭，对不对？对，您方没有听主编稿吗？没问题，我直接先确认一下吧，不要欺负我。好，今天定义上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所以接下来比赛大家就不要为这个定义而纠缠了，好吧？OK， 那想请问对方辩友了，今天您方要有效的打击 ISIL， 那么如果打击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恐怖组织，您方还支持吗？这方面您方要论证，没有出现任何恐怖组织。我只是确定一下您方的态度，要不要支持呢？要。哦，出现了更多的恐怖组织，还是要继续支持，对不对？没有打击恐怖组织，还继续。OK， 那对方辩友，不好意思，对方辩友，不应该打击吗？已经知道您方的态度，所以您方无论如何造成怎么样的后果，您方继续打击下去。好，这份就像要斩草除根，所以不好意思，问对方下一个问题。您方今天要讨论是不是说 ISIL 有多恐怖，是能不能有效打击 ISIL， 对不对？因为恐怖，所以要有效。要有效，所以说今天如果您方的这个策略没有效果，反而有副作用，所以您方的立场就不能得证，所以您方要论证。OK， 我只是知道一下您的态度。请问对方辩友了，今天 ISIL 像游击战一样分布各地，怎么去打击？谢谢。谢谢双方辩友。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反方一辩是如何偷题立论的。时间为四分钟，有请。谢谢主席，王总在场，各位。对方辩友把军事剿灭捧得天花乱坠，可自从美国攻打伊拉克以来，世界范围内为何越反越恐？2001年，世界上只有一个较大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而现在类似的恐怖组织却增加到十多个，这又如何解释呢？回给我方辩题，随着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伊拉克政治平衡的破坏，以及美国对伊拉克旧政权的打击，作为基地组织分支的反美势力不断扩大，终成了今天的 ISIL。 军事剿灭是指用军事武装手段消灭敌人的行为，军事剿灭不利于对 ISIL 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所以我们坚持不鼓励各国出兵军事剿灭 ISIL。 理由如下。其一，军事剿灭效果甚微，并且耗费巨大。著名军事分析专家席珍告诉我们，伊斯兰国武装的最大特点是扁平化，他们用传统机械化军队的典型树状指挥结构。如果说正规军队是一个脊椎动物，那么以大量相互平行的恐怖细胞组织起来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一个软体动物。它既没有可控切断的神经如军用通讯网络，也没有可控打击的大脑如指挥控制系统，更没有可控破坏的骨骼如机械化主力作战部队。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军事剿灭就像是试图用针一只一只的戳死一群蚂蚁，谈何容易？从经济上来说更不应该支持。根据数据显示，从去年8月8日开始的美军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轰炸行为，已经造成了每个月10亿美元的开销。在如此庞大的开销之下，其带来的成效如何呢？美国用100万美元的导弹，却只能去炸几十美元的帐篷。
每次轰炸只能打击寥寥数人。由此可见，对 ISL 采用军事剿灭的手段实在是效果甚微。其二，军事剿灭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效果，而且会激起他们反叛的情绪。ISL 实际形成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其本身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反叛军事打击带给他们的巨大的伤害。ISL 的成立不是一个因，反而更像是前期军事剿灭的果。军事剿灭是最容易孕育极端思想的温床。像 ISL 这样的恐怖组织，在遭受军事打击后，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ISL 宣传中就说到，牺牲才是达到伊斯兰天堂的唯一途径。古兰经也说，只有去讨伐进攻你们的人，甚至为主道和阵亡的人才能接近真主。这也是为什么 ISL 圣战中死去的人脸上带着笑容，死亡非但没有吓退 ISL， 反而加深他们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其三，军事剿灭必然伴随着大量无辜的百姓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仅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战争期间130,000人因这场战争失去了生命，150,000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其中90%都是平民。而这次的 ISL 剿灭亦是如此。根据美国当地最大的新闻媒体《赫芬顿邮报》指出，在军事剿灭的第一天，美军就发射了47枚导弹，最终却只炸死了2名美军所谓的恐怖组织人员，同时还造成了好几十名平民的伤亡，用几十名无辜百姓的性命换取一两个可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人。这样的做法真的应该支持吗？我们最痛恨恐怖分子的就是他们对无辜百姓的伤害，可当军事剿灭给平民带来的伤害甚至远超恐怖组织本身的时候，我们不禁想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恐怖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有很多。德国鲁尔波孔大学和平与武装冲突法研究所的海因策教授也告诉我们，经济制裁 ISL 组织支持者才能真正打击恐怖主义。如果我们陷入了剿灭他们、杀光他们就能打击的迷思，才真正的是缘木求鱼，后患无穷。综上，军事围剿作用效果甚微，因为产生副作用，所以我方认为世界各国不该支持军事剿灭 ISL。 谢谢。谢谢反方一辩，有请正方一辩或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反方一辩进行质询。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时间为2分钟。有请。谢主席，对方您好。您好。希特勒恐怖吗？希特勒好恐怖哦，跟 ISL 一样。您刚才陆居士告诉我，因为恐怖他会越反越讽，所以不要反。这是根据 ISL 抓住时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激战分子，不管。所以我们不应该反对希特勒，我们不应该杀他。我没有这么说，你对吧？因为你害怕他越反越恐嘛，按照你的逻辑。不是，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辩题，这个方式是适合的。所以按照你的逻辑，希特勒不应该反，是不是？我们不是正面回答。不是。所以咯，为什么会越反越恐？对方没有论证，为什么越反越恐我们就不应该反？对方也没有论证，相反了，对方你告诉我要经济制裁，是不是？对方辩也要看一下。你告诉我要经济制裁，是不是？这是我们提供一个可以替代的。按照你的逻辑，经济制裁那个恐怖分子也会越反越恐的。您方的策略也是越反越恐。不好意思，您方要论证为什么军事剿灭和经济制裁能够相比？因为他同样有会有报复心态，同样也会越反越恐，所以您方的经济制裁达到也是越反越恐的效果。有什么方法？今天军事剿灭是要消灭他们，而经济制裁怎么去消灭他们？经济制裁就导致他们的这个财产破损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也是会死亡的时候，对方讲要越反，对方说我们越反越恐，经济制裁也可以越反越恐。对，我们第二跟上脚步。第二，对方告诉我们这个效果不大，因为它太零散了，我们抓不到它。效果不大是因为不仅它是分散的一个组织，所以你根本打不到。那为什么今年美国投下了那么多空袭，它的这个边疆已经缩小了1/3的范围，效果不大哦？你说您方能不能举证到底今天的攻击造成了多少 ISL？ 所以效果上还是有的，对方不要扣防帽子。第三，您告诉我有很多人牺牲，是不是？不仅是那些武装人员，平民也是。您知道 ISL 一个月杀了多少民众吗？愿闻其详。一个月就杀了2000，到底是谁牺牲的？对方必须要论证。谢谢。谢谢双方辩友，现在将由正方二辩为正方的立场发言，时间为2分钟，有请。
麦克风测试。谢谢主席，大家好。对方第一个理由告诉我们不应该制裁，是因为报复。我想请问大家，当初我们在反伊拉克，在反希特勒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可能报复？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报复，就让我们不应该去军事剿灭呢？那我们进行法律制裁一个犯，他有没有可能重犯？他有没有可能报复？也有。按对方逻辑，法律制裁也不能成立，是吗？所以用有可能报复去反对军事剿灭不合理。第二，对方告诉我们他用的手段是经济制裁，我们来看一下 ，ISIL 获得经济的来源是什么？第一，他贩卖石油；第二，他打劫银行；第三，从富商用黑道的方法获得金钱。换而言之，他是用黑道用偏门的方法获得金钱。你用正面的经济制裁，怎么制裁他的经济来源？所以对方看不清楚他获钱的来源，就说要经济制裁，这是对方的经济制裁无效。第二，对方告诉我们有负面效果的话，就不应该用军事剿灭的话，那经济制裁有没有负面效果？是有的。2003年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那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10万人饥荒而死亡。为什么？因为就是美国跟欧盟国家对他进行经济制裁。换而言之，经济制裁也会让平民受苦，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按敌方逻辑，你那经济制裁是不是也不能用呢？其实对方是认为经济制裁不，所以 ISIL 的问题，如果你要用经济制裁，反而也会害到更多的平民，所以对方的你的方法也不能成立。最后，对方告诉我们用经济制裁、用军事剿灭效果不好，我们看是什么问题？其实这是因为无差别攻击的问题，是空军无差别攻击，所以让效果不好，而不是整个军事剿灭的效果就一定不好。反而我们是需要各国的人去支持，让我们有更多的名正言顺去策划一个更好的军事剿灭。所以要让军事剿灭更有效，各国应该更加支持去监督这个军事剿灭的行动，不让它伤害更多的平民。综上所述，我方立场得证，对方还没有得证。谢谢正方物辩。有请第一轮质询环节没有进行质询的反方一辩或反方二辩对正方二辩进行质询，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时间为2分钟。有请。好，对方辩友，今天 ISIL 跟我们希特勒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它比希特勒更加恐怖，因为它建立的是一个反文明的。小妹妹听我说，它第一点是思想更极端，对吗？对的。对，第二点，它是一个很有钱、很任性的一个组织，是吗？所以它这个剧统性，你必须对，所以它有这两个特色，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好，一点点来看。我们今天说经济制裁是对针对伊斯兰国的经济制裁，对吧？对。对，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平民百姓会无辜受害是怎么回事？因为它里面也有平民百姓还没逃脱出来。好，所以您刚问这个 ISIL 组织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罪大恶极，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罪有应得，对吗？所以您的立场是有负面效果就不能用。那好，我告诉你负面效果是什么？今天 ISIL 主要收入来源是石油的黑市交易，对不对？黑市交易是指正面的经济制裁跟对黑市交易，石油的黑市交易是主体，所以这个收入来源很单一，对不对？不单一，而且还可以打劫银行。就打劫银行，他打劫银行，我告诉你，他一年的收入是800万，但他卖石油一年收入15亿，您告诉我孰轻孰重？15亿，您需要认真。对，所以您看错了他用钱的方法，所以好，我今天已经说明了对方辩友，我的质询环节，谢谢。好，今天收入来源如此单一，我们是不是在经济制裁上面会行之更有效？今天对方辩友说，我们打击经济，我们经济制裁来打击恐怖主义，会影响平民。好，我们来看，我们卖石油影响了哪些平民？我们今天禁止它石油黑市交易，影响的是哪些平民？好，再来看，今天我们说一个月消耗10亿，您方觉得这个开销大不大？前提是它的来源并不单一，开销十分大。好，开销大，效率也低。我今天47名每枚价值100万元导弹，炸了半天，我只炸到2个可能是恐怖主义的人，但是造成几十个平民伤亡，您怎么看？效果出现问题是因为没有各国的支持，所以说代价我们可以不看，只要我们能够打击到恐怖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是吗？不对。对，您也说不对。好，谢谢。谢谢双方辩手。接着由反方二辩为反方的立场发言，时间同样为2分钟，有请。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对方辩友说了，今天我们 ISIL 比希特勒更极端，为什么？他思想更极端，而且他今天一个组织系统更复杂，更有钱。所以我们来看这两者的打击是有区别的。思想更极端什么？
你今天靠杀人能解决他的思想问题吗？能吗？并不能。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对方辩友说我们经济制裁可能伤及无辜，可能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这个例子跟伊朗那个例子跟叙利亚那个例子可以相提并论吗？也不能，因为他今天收入来源特别单一，就是卖石油，我们切断这一条收入对他的军备供给是严重的打击，可以从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他。好，我们再来看对方辩友今天可以一直不谈我们的间接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伤害有多严重。今天我们看到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开始攻打伊拉克，这十多年来伊拉克军民伤亡直接间接造成13万人伤亡，但是真正有罪的那批政府分子是多少？10000人，十几万人的无辜百姓，十几倍的这个差距，您看不看？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美国和去年八月开始美国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但是却迫使各路伊斯兰组织团结一气，为什么？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纷争，我们团结一气，这样的副作用您方又看不看？古兰经教义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有异族人想要驱逐我们的先知，而且首先进攻的是他们，我们还怎么可以不讨伐他们呢？为什么？因为真主才是你们应该真正畏惧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直接对恐怖组织采取军事打击，反而会造成他们的这种反弹的这种更加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说军事剿灭并不是我们今天可以首先考虑那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记得尼采有句话说，当与魔鬼交战的时候，你要当心的一点是当心你自己也会变成魔鬼。今天我们看到对方辩友为了自己所谓的正义可以去屠戮那些无辜的百姓，为了达成的所谓的正义，这个手段真的是正义吗？有请第一轮质询环节没有进行质询的正方一辩或二辩对反方二辩进行质询，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时间为2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您忙的理由是告诉我会花很多钱对吗？开销是一部分，这只是一个负面作用，你要看。那第二个问题，请问我们当年在反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间接让英国的经济舒缓，那请问你为什么不应该反大东亚共荣圈？我告诉你，这个我方今天开销大，是因为军事剿灭不是行之有效，而且会造成这种无辜百姓的伤亡，人命你看看。经济上的损失，我们就不应该剿灭一个反文明的势力。这不是唯一原因，人命你看看，无辜百姓你看看。那请问你可以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吗？这是应该是不应该？我们应不应该因为花钱而不做？因为这只是一个理由之一，对方辩友单独来看当然不能成立。所以这不是你立场的理由之一，而且是不正当的理由。第二，您告诉我，美国当年在打进伊拉克的时候，造成很多人命伤亡，对吗？对啊，这人命伤亡这么严重。我问你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请问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越过联合国，而这次的国际联合阵线是有四国的监督，请问你有四国的监督，为什么不会防止他越过联合国趁虚而入？我方刚才已经举过一个例子，他打47枚导弹炸死了数十名平民，对，我不再跟你谈炸到了两个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人。您还告诉我，美军造成更多的人命伤亡，是因为他一意孤行。可是现在的国际联合阵线有4国的监督，28国的参与，更多人参与，会不会有更多监督？对方辩友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理想化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我不想太理想化，你不要太妖魔化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吗？更多人监督的话，就让人命伤亡可以下降。对方不能够因为有人死就让ISL 里面更多的平民受伤。最后您告诉我担心复仇的问题，对不对？对，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无知的人很可怕，思想不改变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还没有问完，他一个月里面强奸2000个妇女，想请问你这2000个妇女跟他有什么仇？对，他们是很罪恶，我方也是承认要打击，但是手段不能苟同。来，我再问你，他让孩子被洗脑，请问孩子跟他有什么仇？我们要打击，手段不能苟同。所以关键他不是在复仇，他要建立黑暗的正方二辩。谢谢双方辩手。接下来是对辩环节，双方三辩各持有2分钟发言时间，以交替形式进行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至剩余时间完毕。有请正方三辩先发出公示。根据联合国，经济制裁只能有效阻止合法的进出口，而不能断绝台底下的黑市石油交易。您方提出的经济制裁可效性在哪里？
联合国第七条规定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遏制的，并且我们还可以控制它的军备来源。请问您了，如果说还有别的途径，那么所谓的军事围剿是不是我们不得已的最后一步？不对，它是最可行的方法。联合国第七章宣言告诉我们，经济制裁只能禁止合法的进出口。请问黑市石油交易是合法的吗？段若，你可能现在不太理解它的整个运作机制，是由它运到别的国家之后再洗来之后再卖出去的。所以如果你明面上禁止了，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再追问您了，如果说剿灭这么残忍的情况，在有可替代方案下，您方依然要坚持吗？对方，你才不了解的运作。现在的 ISIL 就是通过台底交易把石油卖给伊朗，所以用军事制裁是没有可效性的，请提出第二个方案。段若，如果卖给伊朗之后，它是不是还要销售给别的地方？好，再追问您，再请问您了，您知道 ISIL 它的起源吗？ISIL 的起源是因为一个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具体化了。第二次请问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们提出了经济制裁，请问您知道 ISIL 最初是因为逊尼派反对另一派的执政吗？我方知道，所以您方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已经没有效了。如果你再不提出，我就要断定你现在没有方法解决，只是空瓶的在反对我方。我方已经给出过经济制裁，并且以前当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他三个月内就回到谈判桌，愿意继续谈判，您方为什么认为没效？好，既然您方这么了解背景的话，那您的军事长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吗？好，所以第一点，对方已经跟我们达成共识，他方的方法无效，来谈我方，你反对的理由是不是你告诉我，因为伤害多，耗损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您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既然你的根源上解决不了他们两派的冲突，即使你炸死了一部分人，依然会有新的逊尼派的激进党加入，对不对？对方，要解决那个根本问题，你必须先瓦解现有的军事机构，再进行教育洗脑。我方没有否认。那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伤害之所以大，是因为美国进行无差别攻击？如果我们改为针对性的陆地进攻，你觉得你支持吗？就没有您方所谓的无差别攻击，其实美军也是在针对那个地方攻击。无差别的原因是因为导弹军备不长眼，他们一攻击过去，自然那边大部分人是平民，90%以上人是平民，所以平民还是会受伤，对不对？我方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用空袭袭击重点地位，大断水断源，用陆军军区针对式的打击 ISIL。您方的忧虑被解决了，要不要支持？就没有，您方还是没有解决伤亡的问题。好，那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伤亡就不要做？请问警察在救人的时候会不会可能有发生人质受伤事件？我们说的是伤亡太大并且有替代方案，而且民方成本那么高，而且目前为止收效甚微。美国反了那么多年，我们看见的是组织越来越大，民方看看。美国去年9月才开始反的，所以现在你跟我说伤害大，我就跟你说改为陆地进去针对式的攻击，减少伤害。民方反对的理由第二个是什么？我方说了有可替代方案，而且民方成本较大，收效甚微。美国从很早就开始反对基地组织，但是我们看到他击毙了基地组织的头领之后，反而遭到的是惨无人道的报复，并且基地组织现在愈演愈烈，对不对？好，你要谈的是越反越恐。我们当时会不会担心希特勒越反越恐，所以我们不打击希特勒？希特勒跟这个不一样，古兰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是古兰经中我们唯有为圣战牺牲是更接近于真主的这个信仰。好，所以请问他们这个信仰是已经被扭曲了的伊斯兰概念，他们现在被扭曲了，你现在要不要使这个扭曲的概念继续发展下去？对，所以我方的配套方案的第二层就是我们还要进行思想的教育，能拯救他们，而不是强硬的就把他们杀掉。如果现在你没有先瓦解他的武装部队，你要怎样进去？我们现在上圣道是你瓦解不了，瓦解得了？对方朋友，你都还没有开始做，你就讲瓦解不了，你太消极了。有请正方三辩针对刚刚驳论环节交锋内容做出小结，时间为2分钟。有请。输给对方论点：第一，他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他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经济制裁可以达到效果更好。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联合国第七章里面对经济制裁的定义是，它只能阻止合法的进出口。对于黑市交易的石油以及绑架而来的赎金，他们其实是没有根本性的去垄断的。就是我方问对方，你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对方逃避，他只告诉我们说可能会越反越恐。对方辩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军事打击也好，经济制裁也好，心理战术也好，你只要挑战的是他们心中的真主，他们都有可能站起来反抗的。按照您方的逻辑，是不是告诉我最好阻止反抗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对方辩友，你这种价值观是在容许这种不文明势力的扩展，您方还是人吗？第二，我方告诉大家啊，对
美军只用空袭进行无差别对待，可是我方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空袭只针对重点的电源、水务局进行断水断电的工作，再通过陆军军区进行针对式的打击，对吗？没有，这个是会有效的减低伤害性的。第二，为什么耗损会过大？因为大家之前都太过依赖美国，只有美国一个人在做，所以现在应该要世界各国都去支持美国，我们大家一起帮忙分担，因为不文明的力量对抗它的责任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全人类，对方辩友。第三，对方反抗的唯一最后一个理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阴影。那伊拉克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上次伊拉克实行的是侵略激战，我们都知道还要拿的是石油，那个时候他可以不管人民哦，对方辩友。那这次他们要实行的是反恐，而且不仅仅只有美国，还有英国、德国以及澳大利亚四大国的互相制衡之下，为什么进到去他可以进行这种无差别攻击，可是却不会被国际社会所谴责呢？因此，对方今天提出的担心，我方都有效解决了，可是对方却还没有提出一个更完美的方案。谢谢。谢谢正方三辩，有请反方三辩针对刚刚驳论环节交锋内容做出小结，时间为两分钟，有请。好，听到这里其实觉得有点奇怪，对方辩友说他们空袭只空袭什么？只空袭资源。那么您方跟我方的经济制裁从经济上控制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如果所谓的剿灭不是针对那些人员进行杀戮的话，您方跟我方的经济制裁有什么区别？是否您方也认为不能用那么残忍极端的方式进行阻拦呢？我们可以看到 ISIL 跟以往的经济的恐怖组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有伊斯兰教的这个信仰在的，根据古兰经的教义中，那些激进的逊尼派甚至从起源开始就是由于美国当时扶植的另一派上台，让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反而慢慢的转变为了一个甚至可以说很大的一部分来源就是当时的军事剿灭。当时萨达姆下台之后，他的大部分的人都加入了 ISIL， 甚至在奥巴马向伊拉克猛扔军工之后， ISIL 跟原本有分歧的激进组织都愿意再进行合作。他的组织者也表示，因为美军的进攻则让他们获得士兵量更加容易了。接着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如果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类比好了，今天 ISIL 就像一个扩张力极强能够感染性很强的肿瘤一样，而今天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剿灭这个手术要把它切掉的话，你方看不到的是它能够扩散到别的地方，它有很强的扩散性，并且你这个手术刀切进去会造成的窗口是您方达不到的，并且您方这一刀下去，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很好的成效，因为您看到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能伤的也是疑似两个人而已，但是我们看到伤亡是多少？有150万的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无家可归，这么大的伤亡，与90%的人轰炸到的是平民。我们想说，我们想要去控制这件事情。但不是通过伤亡去这么残忍的事，我们应该想的是用经济这样柔和一点的方式，甚至说我们从思想上改变他们，让他们不再极端恐怖下去。谢谢，谢谢两方再见。现在终于到了万众期盼的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持有4分钟发言时间，每位辩手发言次序、时间、次数不受限制。以交替形式进行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至剩余时间完毕。究竟哪一方更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呢？让我们来看看双方辩手如何诠释他们的攻防战。有请正方先发出攻势。谢女士，大家好。对方说要比，对方说要零伤亡，请问一下，经济制裁是画一个边境，将里面的人全部活活饿死？我好歹军事剿灭还可以进行定点打击，岂不是伤亡更大？所以嘛，对方根本就没有仔细阅读联合国第7宪章里面已经明确规定，经济制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要禁止武器禁运，第二部分我要禁止这样的黑市的流通，第三部分我要对这个名单上的人员进行定点的控制。刚请问您了，今天美国的反恐白皮书也表示，美国对于基地组织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制裁，使得基地组织的本身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您方怎么看？您方的所有的禁止都是从正道禁止，可是他入的是偏门，所以您方的没有效。您刚说一直告诉我平民死更多，死更多的原因是没有监督，请问你要支持监督，还是你要漠视，然后马后炮讲死很多人？对方辩友，我们刚才
上面解释过了，今天也可以从您面上禁止还有多多种途径。请问对方辩友了，今天经济制裁能使伊朗3个月重返谈判桌，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您办不看？如果可以真的经济制裁的话，为什么他们的黑市交易可以越来越多呢？好，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伊朗在这个3个月过程中已经从不可谈判走上可以谈判道路，所以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今天恐怖主义恐怖的是什么？是他们思想不会变，你杀了他们的人思想依然不会变。这个问题您方怎么看？第一，经济制裁无效；第二，伊朗当时的诉求是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力，伊斯兰国的诉求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请问哪里一个人可以容许他有这种诉求？庄博，如果你不能只告诉我无效，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无效，不然您方这样单纯为质疑而质疑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伊朗的诉求是个我们正面管道可以达成的权与利的诉求，那 SI 的诉求是要建立个伊斯兰国，请问哪里一个国家可以给他一个伊斯兰国？您方吗？庄博，没有正面回答我方，为什么您方觉得今天经济制裁没有用？我方已经给您数据了，今天美国的反恐白皮书里明确指出，美国对于经济组织的这样一种经济制裁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方为什么觉得不可以？之前经济制裁有用，是因为针对一个国家，而不是像针对的国家是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因此可以禁止。但是 ISIS 是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他们通过绑架人质，通过贩卖黑市石油，是对方辩友以为之前的经验可以拿来相提并论，是对方没有看清事实。请问基地组织是一个国家吗？既然同样是恐怖组织，我们对基地组织就可以做到，为什么对 ISIL 就不可以？所以对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基地组织当作 ISIL， 所以经济制裁还是不能用的。想请问你，更多支持的话就是更能监督，你要漠视的话，造成他就可以一意孤行。请问他一意孤行还是要监督？好，对方辩友，我们今天其实达成一致的共识，都是要打击他，只是采取手段不同。好了，我们今天说，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上根本改变他，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所以总结一下，各国支持形成更多的监督，才可以避免滥杀无辜。请问你承不承认 ISIL 是一个意识形态已经具体化的恐怖组织，还是你认为它是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对方辩友，今天一个美国就47枚导弹下去，各国共同合作的话，到底有多少枚导弹可以投入到这个土地上？再请问对方辩友了，今天造成无辜伤亡的平民，您方怎么看？所以我方认为不应该让美国一个人做，世界各国分担就会减轻负担。再请问，你认为 ISIL 是个停在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已经具体化的恐怖组织？第二次评论。没有讨论这个有意义吗？我们看的是它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你方所谓的监督，你要如何规定让一个导弹它就直打 ISIL 的人？我们看到是大部分人是平民，他们站在一起，一发子弹发过去，你要如何控制？逃避问题没有回答。既然 ISIL 已经从意识形态具体化为一个武装势力的话，不用武装势力对峙，你怎么说服他？方便啊，我说了已经有经济制裁，你都不给他钱了，他的武装哪里来？再次追问您了，今天像 ISIL 这样的打游击的战略，就像我们中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共就是用游击的战略赢得了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游击战你怎么打？所以您方告诉我是要用游击战，可是没有否认要军事剿灭他。请问了，你告诉我的思想战为什么不能在军事剿灭严格拔起过后再灌输思想给他们呢？都没有听得有点乱，我们说的是 ISIL 是用游击战，不是说我们要用游击战，我们说的是军事剿灭它成本高成效低，而且会有无辜的伤亡，所以不应该使用。方听明白了吗？其实对方有一个问题是没有是忽略了的，经济制裁只能针对限定的国家边境，但是 ISIL 却是一个扩张率非常快的国家，按你的逻辑发展延展下去，是不是每攻占一个城市我们就要封多一个城市？方面我从来就没有听我方的理论，我方已经跟您解释过很多遍了，今天能对基地组织有效，今天就能对 ISIL 有效。如果您方告诉我不有效，你要告诉我基地组织和 ISIL 有什么区别？想追问您了，今天为什么我的经济我的军事的制裁为什么达不到它的原来的想要的效果？您方是不是还需要 ISIL 的边疆扩散速率不断的在扩散，按照您方逻辑，你要经济制裁的话，每个城市都要封锁，请问不是伤到更多人吗？好，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他是从伊拉克的境内把石油运输出去，这收入来源如此单一，这么方便这么便捷的一个经济制裁，您方又看不看？好，我们刚才一直谈到那个意识形态，您方避而不答。我们今天听到一句话，马丁路德金说，最危险的事情是无知的愚蠢，而是认真的无知和真诚的愚蠢，您方又怎么认为？所以您方在逃避问题。如果ISIL 基地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基地组织没有扩散，可是 ISIL 不断的在扩散，你今天制裁了伊拉克，明天制裁黎巴嫩，后天制裁叙利亚，你要害多少人？我没有，您方居然认为基地组织没有扩散？没有这么快，而这个 ISIL 是扩散率极高，而这种极高的情况下，您方要连他的周边的国家都经济制裁吗？请回答。对啊，
没有扩散，我方看到，但您方的军事剿灭并没有任何成效，反而耗费巨大，而且伤及无辜。您方怎么看？为什么还有军事进展？所以总结一句，用对方没有的经济制衡的话，会因为扩张力的扩大而导致他的伤害加倍，于是不可取。我们来谈一下意识形态的问题。请问对一个企图建构阿拉伯黑暗时期的恐怖主义国家，您方不用恐怖制衡要跟他说道理吗？方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经济制裁再次问您了。今天您告诉我说，恐怖原来的基地组织扩张速度没有这么快。那我问您啊，美国打了十几年才打下来，今天 ISL 怎么可能扩张速度有它快？想问您了，今天战争，您方的军队进去以后，造成这么多平民的伤亡，您方怎么办？我方已经跟你谈了很久，麻烦你跟我谈一下意识形态的问题。ISIS 世上拥有最强大恐怖武装部队的恐怖分子，如果他只是意识形态，为什么他会有恐怖分子？对，我刚刚已经跟你聊过了，他很多的装备的来源是不是当时萨达姆下台之后，因为政见，因为美军的介入才加入 ISL？ 不是，是他企图建立一个前阿拉伯黑暗时期的国家，而不是为了报复对方一直混淆这点，企图为 ISL 证明，我方觉得不可取。我们刚刚说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不对？它能够上升到您方所谓的具象化，就是因为它有资金，并且有人来源，对不对？所以针对意识形态的方法，你是要用教育，对吗？联合国派教育组织进去，结果三个月后人不见了，请问你的教育怎么样做到？好，对方没有，刚才其实一直没有正面正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制裁如果可能会随着它的扩散而扩散的话，今天你军事打击是不是也是？我也会牵涉到黎巴嫩，我也会牵涉到叙利亚，这伤害你又怎么看？回答后面问题，请问了，进去跟他洗脑，跟他教育他，人都死掉了，您方的时效性在哪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配合经济制裁来进行教育嘛？请问对方辩友了，还没回答我方的问题，今天这样的一个政策又无效，然后又耗费巨大，又会伤及无辜，您方为什么还要？所以总结一句，擒贼先擒王，你必须用军事剿灭来打开他的武力防线，才有可能进去消化那些没有入室这么深的 ISIL。所以还是必须先军事剿灭，其他的措施才有可能融合。对方说的措施完全不能成立。承接我方二辩，他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具体化了，你唯有把他的武器攻防先打开，你才可以可能对他进行洗脑。对方辩友，谢谢。后，让我们看看反方四辩是如何对他们立场做出总结性的陈述。时间为四分钟，有请。好，谢谢。对方的整体逻辑基于一个点，他认为必须要用武力打开这个国门，然后后援才有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啊，今天我们看到伊朗的例子，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没有动用一分武力，但是三个月后伊朗自动回到核谈判的场面，什么意思？今天经济制裁已经不想像您方所说的十年前的那个样子，它经济制裁是有效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份关键的数据，在美国年度的反恐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美国对于基地组织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在美军消灭基地组织的环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方辩友，我现在很质疑对方辩友有没有进行过调查了解，因为对方辩友的刚刚这个对辩中提到了很多说基地组织本身和 ISL 的大小的问题，很多很荒谬的一些理解，我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根据这两份数据，我们可以今天看到，对于这样的 ISL 进行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是非常有效，而且是联合国现在正在提倡的一个团的。第二方面，对方辩友，你看，对方辩友告诉我说他要进行一个军事的打击，可是我想问对方辩友啊，就像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共为什么最后能打赢日本鬼子？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用游击战的形式。今天的 ISL 也是一样的，它就像一个散弹的一群蚂蚁一样，你美国用导弹去打，就像拿针戳蚂蚁一样，一群蚂蚁散开了，你怎么能打得到？相反的，带来更多的是人民的伤亡，因为那些人民导弹它是不长眼的，一个导弹打过去，可能一堆人里面有一个疑似恐怖主义的分子，但是那群人民就被您方这样活活的炸死了。再来看，您方告诉我的第二点是，再来看，您方的这个军事剿灭不仅没有您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反而会促进了更多的这样一种伊斯兰组织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为什么就像一开始跟您提到的，跟希特勒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视死如归，他们觉得自己的这样一个牺牲是为伊斯兰国未来的建立做贡献，这才是这个邪教组织为什么一直能壮大的原因。现在那个组织不一样，我死了以后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是这群伊斯兰教徒他们信仰的就是，我今天为了抵抗这群人，我做出的牺牲是为了我将来的建立，正是这样一种邪教的思想根植在他们脑子中，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对方没有，今天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他的军事上的制裁是有效的，所以就算今天我们，而且我方也之前给出论证了，今天军事制裁是没有那么大的效果的。就算我方退一步来跟您方聊，假设您的经济制裁有效，军事制裁有效又怎么样？我们看到曾经有一部电影啊，描述越战中一个这样的场面，说一个越战的美国大兵站在直升机上拿枪往底下扫射，他是这样叫道的，说所有逃跑的都是训练，都是越共，所有站在原地没有逃跑的都是训练有素的越共。您方从来就没有看到那个怀抱着孩子的伊斯兰少女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炸得面目全非时的感受，你们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群流离失所的难民们每天享受，每天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痛苦，你们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些战地的人民对于战争本能的厌恶，你们没有体验过，所以告诉我方这是没有存在的，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正是这样的场面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每天在战场上发生。您方自以为的人文关怀是建在多少人的性命基础之上，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正是为了您方执政者的那一点点的政见而做出了无辜的牺牲。对于那些死掉的伊斯兰党人而言，您方到底是您方是恐怖主义者还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是您方进驻了他们的领地，是您方迫使他们做出了退让。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捍卫自己的领土就是在抵抗你们这些恐怖主义者。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无端的，为什么我们说反恐越反越恐，正是他们觉得正是你们的入侵使我们丧失了领土，我们才依然这样。所以今天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真正的正义是不管现在如何，我要还看到未来的政治局势向哪里发展。如果当你们选择端起枪杆向着那些无辜的平民的时候，请你们放下您道德的追求，因为正义的名号您方承担不起。谢谢。做出总结性的陈述，时间同样为四分钟，有请正方四辩。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梁启超有句话说得很对，祸国殃民者往往是假未道之事，对方一直用价值谴责我们，说我们在残害白民，残害百姓，我们在使用武力，但他方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如何解决问题，却对于打算收拾残局的人却不断苛责。各位，对方没有接受惩罚是什么？经济制裁可以解决问题。我方质疑过很多，请问一下，对方没有我的唯一占据，那个唯一的论据是什么？经济制裁曾经对伊朗有效。各位，我们研究一下伊朗的经济的崛起是什么？40%是旅游业，35%是矿业买卖，15%轻工业，5%是那种手工制品，全部是合法来源，因此经济制裁才能加以对峙。但问题是，对于 ISIL 而言，它全部是非法来源。各位，贩卖原始石油，绑架、充公当地的异教徒的财产，抢劫他们那个富商的财富，这些手段，这些非法来源，到底联合国怎样具体去钳制？对方从头到尾不敢回答。对方 Bill， 我知道你想汲取之前前人的经验，很可惜，这个是一个新形态的恐怖组织，不像以前的经验所能够解决的。所以我方说，对方 Bill 的经济制裁没效。同样的，对方苛责我们人命伤亡，我告诉你，经济制裁更人命伤亡。为什么？经济制裁是锁定这个边疆，不给任何经济来源的出路，因此里面的人活活饿死。它的原理是什么？用钱，用恶逼人民反，逼手无寸铁的人民去反抗多有武装势力的政府。你看到他们飞蛾扑火，你觉得很开心哦？问题是，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用军事制裁，我们用军事剿灭，确实可能有部分无辜被伤害，但我们至少能进行定点打击，我们能尽量避免，因为我们进到区的枪虽然是没有眼睛，但我们人是有眼睛的。各位，你封锁掉整个区域之后，到底怎么保证死的人只有 ISIL， 没有里面的无辜百姓？对方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交代，用这么苛责的标准苛责我方，却从来不来审视自己，这是对方没有第二点伤害。第三，对方不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 ISIL 是有信仰的，而且还不是什么扁平化的战略。各位，纳粹之前二战纳粹主义是什么？他也是有信仰的。我们要恢复雅利安人的荣光，我们要为我们德意志民族争取光荣，不配为此而死。同样是亡命之徒。您方说 ISIL 是施展于各地的，同样的，德国整个国家全部都是纳粹主义的人，同样施展于各地。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使用军事剿灭？因为我们都了解到，针对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而且不断扩张的国家，
经济制裁是没有效用的，必要时我们真的只能拿起武器。我帮大家理解，你妈说文明，你妈说造福文明，但文明是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军事力量？我们有很多时候在面对不文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文明制衡不了，我们至少用不文明来制衡不文明。你妈骂我邪恶没所谓，但我在以恶止恶。各位，好过你在那边不断的讲我方做得不错，我方做得很错，那却没有举出一个确实的法案。第四，对方并不知道告诉我们军事剿灭是没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之前是无差别攻击，美国不敢派陆军部队去进行定点打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支持，对方没有，各国都不敢支持那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应该支持，好让美国有一个正式的理由和各个国家出去对他们进行定点打击，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说到底，对方只是害怕杀人而已。我们来看看南海警里面有一本书，说过一句话，刚才对方也以警据点为一个南海警跟他徒弟有一段对话。南海警问他的徒弟，你敢就是吗？徒弟讲敢，但是南海警跟他讲，就是是要杀人的。他徒弟沉默了。各位，没有雷霆，没有雷霆手段，怎么来屠杀警察？谢谢。谢谢正方四辩，也谢谢双方辩友使尽浑身解数，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赛。这场比赛到这就告一段落，究竟何者更能赢得评审的青睐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有请评审们，投下印象票、分数票、最佳辩手。在此，大会提醒评审。在印象票上注明姓名。现在，我将为大家公布印象票成绩。蓝中华评审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正方得一票。郑明业评审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张念群女士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正方再得一票。梁泽宗评审同样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环传龙评审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总结印象票成绩，正方目前以5-0暂时领先。接下来由评审进行点评，有请评审到前座来。其实今天我是觉得，正方是一个以技术为主的那一个队伍，反方来讲，我看过之前的比赛，他们比较优势是在于诠释价值跟价值论述的队伍。可是就在今天而言，我是觉得反方在前半部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时局的关系，就采取了很多的博弈。在博弈当中，我是觉得正方都有很好很有效的处理到对方的立场架构跟反驳跟论点，
怎么说有几个大家争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制裁，反方提出了我们不要去吃小面，我们要经济制裁。在经济制裁的时候，我觉得反方很快速的就提出了经济制裁是一个有对正报的那一种经济来源才有效，而还材料是一个非法的经济来源，所以你经济制裁它没有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成功的，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对方的经济制裁这个东西进行打击。谈到了中间第二层，其实正方反方有说的，很多的石油交易，他们的那个来源是很单一的，在他们有石油，可是他们就，没谈那种什么绑架人质啊，那一种打劫银行啊这一种的非法，反方没谈，反方就讲哦，最大的来源是石油。那正方也即刻提出了，石油的交易很多时候是黑市市场的石油交易。而针对这个黑市市场的石油交易，我是觉得反方并没有做出更深一层的那一种博弈跟那个去反驳，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益都归去了那一个正方。接下来谈的是什么负面效果？负面效果正方说你的那个军事奖励有很多负面效果，基本上是伤害很大，耗费很大，然后成效很小。正方即刻就问回对方，你的经济制裁其实伤害更大。饥荒的例子丢出来了，也告诉了我们，你的那个经济制裁捆绑着一个国家的人民，是要使到国家的人站出来反对自己的那一个组织，会导致到更多的那个你的经济的模式是这样子。反方有没有反驳呢？反方有，可是那个反驳我觉得是不深入。反方的总结有提出，经济制裁联合国宣章有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就略讲了一次。那一次怎么样子跟他们的不同没有去讲，怎么样子讲他们的东西是错没讲，所以我觉得经济制裁这一环还是依然是正方占尽的优势。不过跑到了那一个有人死亡，反方不断的强调讲不懂很多枚导弹打了过去，两个恐怖分子死掉，十多个那个百姓死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正方也是很快速啊，正方就告诉我们那个叫无差别攻击，应该是正方的一堆环节当中就点了出来，这个是无差别攻击，所以我们要各国支持，我们要换种形式，这种空军的无差别攻击，我们袭击的是资源，可是我们要进去用步军去针对式的剿灭他们那种恐怖分子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成功的，解决了对方对着他们的那进行的制敌。然后正方反方还有提出教育这一环。教育这环呢，我觉得正方也有回应到，他怎么回应呢？他就讲，需要先进行军事剿灭，然后才进行教育，才更有实际，因为他们是武装部队。而反方在这边又没有更深一层的那个反驳，所以为什么我会把那个印象呢？其实我觉得我的决选票分数都应该会在正方，为什么？是因为很多时候正方给了即刻的回应，而且反方是没有更深一层的回应，全是全，我觉得都会在正方里面。而且我觉得正方是很有策略的来打这场比赛，因为他完全去做好了那个研究了反方的那个队伍的那个电风，他们懂他的总结，懂反方的那个总结一定会炒到价值，所以一站起来先用价值刺激你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策略的那个打法。反方而言如果是有做好一些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个变通一些研究的话，应该发现他们是一个很技术的那个队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技术方面应该练习的更多，这样子你才可以跟他抗衡，所以我印象投给正方，谢谢。其实原本我是想要说最后一个才谈的，所以我不想谈技术的东西，因为双方的技术太好。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的的确确我们看到两支队伍能够在一二三四遍里面都能够碰撞出那个火花，并不只是在那个自由辩论而已。那么如果说技术呢，我还是对两队呢自我的质问一点，尤其是在质问方面呢不能够尊重对方。那当然策略上我们只有两分钟质问，同时给人回答。那在这里呢，我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尽量说跟着这个赛制来跑，也就是说一般上你尽量不要让对方回答，你把你的话要讲完，
那讲完之后呢，也希望对方回答。那有希望对方回答呢，也不要讲废话，就是一两句话就交代你的立场。那我给你的建议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发问框架框围，让对方回答就是是否不是或者是有或没有之类的东西。那最后的两道问题才让他多讲了一些。那我们评审呢，我们从中我们就看到那个我们要怎么样评，我们要看到你发问的水准到哪里，问答的人他的机智到哪里。因为毕竟那边问的人有了30分，答的人只有10分。那同样的双方都有质问的时间，都有质问的那个30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方面平衡。往往看到呢，就是问的人在讲，答的人也在答。那往往答的人问的人在问第三题的时候，答的人在答第二题。那我们只有两个耳朵，不是八个耳朵，我们听了八个耳朵这么多。好，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到了今天的决赛大专，我们必须要有某些的素质，我们不是在吵架啊，尊重对方，可以。那今天双方都针对这个题目都相当的了解，不过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正方说 IS 其实就是要回复到那个公元大概600年前的时候，所以伊斯兰教是大概在600年左右，那个时候才有。我所知道，穆罕默德去世了之后，其他的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阿哈里法，阿里法呢，他们延续下去他的精神。过后，我所知道就是辉煌的500年的那个回教皇朝，而不是阿拉伯的黑暗时期。我很奇怪什么是黑暗时期。另外呢，反方也问正方，那个以暴制暴都有些成功例子，你们其实有例子的，就是斯里兰卡的阿米尔之虎被歼灭了，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确，这一个 IS 是很难前面很难，因为它是新式的，它不在一个据点，它甚至于分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以要前面它真的是不容易的。其实这个东西正方也可以拿来讲，反正并非反方可以拿来讲，反正是正方拿来做武器，因为你要前面它让它灭亡不容易，那你怎么去前面呢？反方没有质疑，真的反正质疑，反方提到这个是一个形式，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里很多痛，我交给其他朋友，谢谢各位。你刚刚不痛的时候还要继续吗？我先讲吧，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觉得我因为我技术不好，内容也不好，所以我先讲。那之后你们两个就可以补充内容，又可以补充技术，这样我就不会太献丑。我首先我必须觉得说，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非常感谢台上的这八位歌手。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在背后做这些功课的话，今天的这场比赛肯定不会这么精彩。那么第二点我想先讲的是，虽然我觉得成绩出来目前为止是5-0，可是我想说的是我尤其是我个人来讲，我心中的天秤并不是讲说就是100-0，或者说是就是5-0，那绝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只是我觉得我之所以最后会把我的印象票投给正方，也尤其是和丁玉评审很像，因为我觉得在这场比赛方面正方对于反方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质疑和回应，可是反方对于自己的立论架构，或者说对于对方的东西，第一是对自己的立论架构没有办法的呢，去把它很好的去诠释，以及很好的去捍卫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对方的这个质疑立场的这个质疑呢，我觉得很明显呢，是对方对你们的正方对于你们反方的质疑呢来的是更强的。我觉得举几个例子就好。第一，我觉得是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反方，你们提出的替代方案的主轴，我觉得你们对于经济制裁的阐述是不够深入和深刻的。当正方提出了一个经济制裁只能够去针对的是所谓的正当的经济来源，而不能够针对违法的或者说那些非法的经济来源的时候，我觉得我听不到你告诉我如何去对于这个非法的经济来源去注意这个经济制裁。你不能够只是用一个联合国的第七宪章来告诉我，我觉得我需要听到更详细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的东西。它之所以会是一个非法的经济来源，就因为我们管制不到。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对非法活动有效打击的话，它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样的，在一个国际社会上，我们如何是通过合法的经济制裁来去管制这些所谓的非法的经济来源？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作为你们提出这一个论述，可是你们没有带来足够的诠释，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捍卫这个立场。所以相比起来，似乎你这个立场很快的就在正方的攻势之下，它显得站不住脚嘛。第二，我觉得今天你们其实最大的 point 或者是最好发挥的 point 是所谓的越反越恐。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坐在这个地方的人，我们如果对军事制裁我们有所谓的保留的话，它绝对都是，我相信有80%-90%都是来自于这一点。可是针对越反越恐，你们很快就几乎说是没有去那个去捍卫。对方很直接的去问你，希特勒，你会不会担心他越反越恐？你担心吗？是不是因为担心他越反越恐，我们那些他们也不去反？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你没有办法再去做更深入的诠释。可是在我看来，希特勒跟所谓的 ISIL 他绝对不能够去拿去相提并论，因为 ISIL 他有一个环境背景，就是在于说这些所谓的极端分子，他们得到穆斯林同胞的支持，是因为情绪上他们都认同他们是被打压的一群。可是今天在所谓的希特勒时代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是主动进行军事侵略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moral support。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ISIL 他到遍布各地都有他的支持者。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知道，马来西亚我们也有所谓的支持者是飞去那边，自愿飞去那边军事他们的这支持他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在我们看来是恐怖袭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有，因为 ISIL 今天在穆斯林群体里面有所谓的 moral high ground， 他们得到穆斯林同胞的认同，他们觉得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觉得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都是软弱无能的，在西方强权底下，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站起来捍卫他们这些可怜的穆斯林同胞。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ISIL 跟希特勒是完全不能够拿来相提并论。而且希特勒在那种背景之下，我觉得他当然也可能会有少数的人会讲说我们要为希特勒报仇，可是德国的人民我相信绝大部分他们是很理智判断，所以到今天德国人民对于希特勒是多一种所谓的鄙视，多一崇敬。可是 ISIL 的这种氛围是不同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你们最大的点上面，你们没有办法去深入，你们没有办法去深入，你们其实不能够说你们没有碰到，你们其实是有碰到，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连贯起来。你们丢出来了《可兰经》里面的几句话，你们丢出来了，你们其实也曾经提到过说，其实他们都是从萨达姆星的那个政权倒台之后，你那些人投靠过去组织的这个，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关联起来，然后来到现场动之以情，让我们真的是觉得说，今天如果继续采用正方的这种模式的话，它只会变成是越反越恐。所以在越反越恐的这个前提，这个立论点上，我觉得你们抓得不好，很快的就放弃了，所以反而让大家就觉得说，哎，自从 ISIL 跟希特勒是一样的，那个大东亚共产党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其实从历史背景上来讲是很不一样的。第三，当然我觉得正方也很聪明的是，我其实觉得你们那个加强智能的 point 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这个是一个 point， 是绝对让你们有了一个道理去谴责对方，就是因为你们袖手旁观，所以你才可能给美国在那边呢胡作非为，多几个人去监督他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非常的巧妙，而且针对这一点，反方可以说是完全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在这里当然特别想要称赞正二跟正三，我觉得这两位真是我们电台站的小辣椒。我们
是这样，这个不是这样，是这个是我想要做的，因为我在台上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先。不过欢迎你们跟我说起表格。不过我还是觉得必须说我非常enjoy今天的比赛，所以在这里要恭喜两队，也谢谢你们。在这上面的时候有几个东西要说，为什么会投了那个印象分给那个正方？应该好像投了印象分给这场上面正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是这坤还是一样，对这个反方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坤，所以你们都尽力的都在做出很大的努力，就是要尽量把它让这点反过来，但是还是做的不足够。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那个经济制裁，其实经济制裁的对象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美国这边如果是在进行的经济制裁是个人补贴，包括还是高官非常定的制裁，就像刚才你所说的武器的定的条件，经济上的制裁有经济上的定点法则，你这一点你们没有提到。包括这个东西，包括的银行系统，他们如果去打这种系统，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际间的那个电子转账，可以在这方面封锁，因为那种黑市的打击都是使用我们的国际间的电子转账。第二个是让地下的钱庄，地下的钱庄他们自己本身都有很多我们的跑腿，他们只需要通过的情报锁定我们的跑腿，制裁那些人。我们都知道，像马来西亚，我们的很多外劳，他们不是通过正的正当客户和他们的银行之间的转账，他们通过了 money changer。我今天我汇款，我这边我拿一笔现金给这个 money changer， 对方立刻就派一个人把那个钱转换给那个对方。我们现场通过电话这样联系，这个就是我们的黑市的手段。所以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黑市的手段来进行我们的定点的制裁。这东西都是联通可以去监督。这个方面可能是你们缺乏这一部分专业功能。第二个是这样，这是一个军事的冲，这是一个军事的冲突啊。所以我们谈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个战争的本质。这个战争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场战争，死的那人在大规模死亡的。这个战争的本质，很多人对于这东西不是很了解。战争的本身，我以前都是研究战争的。我一直在想要了解到底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过后我才知道战争它的起源来源政治上的冲突。战争是内政的延伸，是外交的延伸，就是因为你内政的决斗不能妥协了，所以把那个战争延伸到外，对付了外的，可能是来转移我们的视线，或者是你们自己内部的冲突，或者已经到一个顶点，爆发了，涉及到外国了，类似这样子。所以说战争。而当他就战争是个政治衍生的时候，我们就谈回什么是政治。政治的本身是什么的斗争，我们要谈回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东西就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啊。刚才你们说那种的定点的打击，对反方就问正方，这个你们是滥杀无辜，因为没炸弹，四十七枚炸弹炸下来，那炸弹有多少？有炸弹有多少？有那个保险路障的，也包括他们的激光制导、GPS 制导、引力学制导，各种各样制导的都放之类的。OK， 如果我可以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当今世界我们用定向的武器，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定向的 laser， 你们看 Star Wars 就有 laser。如果 laser 我可以定点一个人指着一个人，我就把它干掉，这里面是什么 ？laser 就是我用那 laser 干。OK， 激光就是用激光。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激光发展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指着那个人就把他干掉，而会伤害到他旁边那个人，那么你会支持这个武力冲突吗？而这东西就像大势的发展，美国 APL 系统已经发展了，虽然最后它落马了，但是这个 APL 系统让美国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机载飞机机载的一个激光武器系统。那这东西都是理论上已经在实际上开始在发展了。所以这就是技术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技术不能解决道德、政治上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可能正方的时候也提到很多东西，在那种的道德跟政治上的东西了。还有暴力本身的性质，暴力到底最后可以解决问题吗？就那我这一条又觉得反方是说的道理，越反越反是真的是正义，到底什么是正义？到最后这场战争真的是到底才是正义者，这场战争是不应该说是军事围剿，还是
应该说的是这场东西是到底谁才是最后的，就是正义者。因为大家都在争论着到底谁是那个正义者。I 是自称是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是越法越国，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那群说的是那个希特勒，他不是受害者，他是个加害者。没有人去加让他们受害，他们觉得是他们才是那个优秀的最好的人，所以去加害起来的。但是背后还有其他更多的因素了。所以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是正义到底是谁？他们认为他们是正义者，我站在那边，我为正义牺牲，牺牲是应该的，而且是我们上天堂，他自己还报我们的古兰经上的教训，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是不是？那真的是在这一方面的时候。要平民百姓被斩首的人，他们都是那些觉得是自己才是受害者，正义反正是应该站在那边。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到底才是那个正义的捍卫者。这方面当然是要从他们论述意识形态上来瓦解，但是这方面也是需要变得和我们深入去讨论的。在这方面的时候，如果武力打击不能阻止那个恐怖主义横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打那三股势力。所以这方面的时候，如果我们认同军事打击不是主角的话，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要瓦解掉，它都可以来成立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正方没有利用到这一点。然后刚才正方也谈到是金日成他很难抓到，很难抓不到，因为对象不同。政治术语是 state actor non-state actor， state actor 就是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就是说是伊朗就是国家行为，它有银行，它有武装部队，它有总统，什么都有是明显的，所以我们叫 state actor。state actor 的时候，我们就用 conventional warfare， 就是常规战争的对象。但是那 state actor 就好像刚才那个奥卡伊拉，或者是那个ISIS， 他们都是一些不能用常规的那种的方式对付。说非常规的方式，我们就要用非常规的行为来对付他们。当然，这东西大家都在挣扎于如何要去要去打击他们这个行为，因为他们都是类似一个玩弄捉迷藏的游戏来的。你越强，我就躲起来；你弱的时候，我才出来攻击。所以这时那种战争的形式一直在改变。然后刚才有说是47人才炸到几个人，其实那个数据。对，是自己没炸弹才炸到几个人，其实正式的数据是大概有6000多个那个恐怖分子被炸死的，大概是两个女人的 VK 的那个恐怖分子被炸死，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那个数据，所以不单只是几个人被炸死，其实是很多人被炸死的，你可以去找那数据了。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了，胡萝卜跟大棒。carrot and big stick 我也是啊，胡萝卜跟大棒两个要一起来才能形成一个东西的，没有惩罚跟那个利诱很难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场这个辩论里面，我觉得双方都有提出的论点，只是可能很多 point 没有挖出来，可能一些 point 没挖到出来，我们可以抓住，可以反手为攻，类似这样子做。所以在这个辩论赛里面，我的给的评分其实两方都是非常接近。也恭喜大家都是非常的努力，好，谢谢。魏武安，小弟的意见和以上诸位的相同，所以不必要陈述。最后一个奖，最大优势在这里，实际上你们把这优势送给我。为什么新的话怎么说？大家交锋的无非是使用军事假面到底的成效多大，那这里涉及到真正所提到的 ISIL 这个组织扩张的威胁，相比于它的伤亡，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么直接的用上怎么讲误上人数来回应。那么第二点就是等一下想想不太久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校长，好像换了一个眼镜。第一个这个，那第二个就是外刀。正犯法，反抗所谓的误差、误算率，归结为一种手段形容权利，可以改动策略。甚至我还听到在自由辩的时候，你们提出了游击战。
反方正方还对对霍洛提出了，其实这张其实更标志还更高的话，没有错，还是律师所答。这种。第三点大概是你们所提的反方的第一个问题，反方另一个提出的挑战是所谓的越反越破，这点跟每一个评审的意见都一样，你们只会从技术上处理越反越破。你做技术题，你用技术采用技术来诠释这个概念，正方就很容易用类比来指责你。你应该采取是更理智，你刚才就提到这个背景的不同，使你不能够进行类啊，所以背景不同，使你不能够用类比来指责，否则流言尽泄露。那这个应该是处理的，这是你们那边的主观的所决定的。那接下去之后，另一个争点就关于到经济制裁。刚才评审讲了，对经济制裁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反击，正方除了质疑它有效性，就所谓的偏门跟正门不同，反方对这里的叙述不完整，我觉得不是没有。然后再跳了另一个角度问你，经济制裁也使人力上忙，你就没有回应。他说经济制裁是定包括一个范围使里面的人很恶势，他举出了大马士革的例子，你们就没有很好回应。那接下去他更提出 IS 如果不断的扩张，那你的这个经济制裁是不是也那个就扩张又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你们都确实好久，然后到了自由变尾段二变才开始提出，按照你推理你们军事也会这样子，对不对？我就觉得不是没有回这方面迟了，而且一度反击力度不强，所以大家争议的，我的观点是，大家其实就把点全部打完整啊。譬如说，正方，你们有个概念是在自由辩最后才提出来的，你讲的是，我是要把用武力把 ISIL 的防卫跟这些打垮之后，我再做其他的。这个其实你早用这个，我觉得那个你主见的这个论点，你早用这点，那这个基本你不用跟对方缠交久了，全部承认先后分别。那简单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把你的防御先打掉，你所做的一切白费。这句话讲完了啊，那你就是故意站回你的场面，不能这么走来走去。另外一点是，你们当然你们都所谓的啊，刚才提过了。暴制暴的最大后效果就更大暴力的造成，你杀死我一个，我罚你十个，万万个，这样的讲法。另外一点，最大的，你们都谈到了思想问题。反方有意图讲，这个恐怖主义是个思维，你没有办法用武力把它打垮，它还可以使很多无辜的平民百姓没有武力，所以加入他的行列，是 ISIL 开国际分行，多过 7-Eleven。那问题是，对于这个思想，你们自由变的中后端有一半的精英，你思想用交易吗？那联合国派人进去会这两招吗？他就是用疆域来偷你思想，可是你没有反应到。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他强调思想，跟他提出经济制裁跟这个交易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其实中间不成的问题很大。因为如果你说这帮人是对自己信仰麻木可活的，经济能制裁他们？如果对自己信仰生可死宁可不要都要捍卫所有的宗教，你用什么方式呢？除非你变现他的真主出来，但他说这个假的真主的样子，你不这样子，这个没有完全场上没有宗教说。我说我刚才听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气氛很热，很冷，应该怎么办？明明主动露出了一个很大的洞，来又不打，你的立场你也不去打，又不去打，幸好还算精彩的，要不然上场都赢了。精彩在哪里？各位大家还是有做点功课吧。不过关于到伊朗的妥协，你们也不用直接妥协，一定来自于经济制裁了吗？会不会忘了放领导了？当然你们的质疑也 OK， 因为伊朗要求的诉求跟 ISIL 诉求，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好，
当然对方所讲的自指基地组织你们没有回应，当你们提的这么多东西都回应这样多了，只剩一点点，我们要去哪里？ OK，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评审们的一番金玉良言，为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课。现在有请评审们投下总结票。国能大学对垒新纪元大学，我们明天再见。